配员雷志刚。这个种其实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的反应，嗯，失重了以后我们的体液也就需要重新分布，嗯嗯，在这个失重过程当中，所以我们人看的就显得比较胖，因为体液主要是往这个头部分布的更多一些，哦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像我们这些肌肉它也是有重量的，嗯，我们在地面的时候它肯定是往下的，嗯，地心引力哈，地心引力它失重了以后这个牵引力没有了，嗯，就像你们这些女同志，嗯，美容那种，拉一下，对，我想可能这也有，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失重，嗯，失重给带来的心血管体液的重新分布，使得人所以显得很胖，嗯，因为你很多时候我们看的话就是脸发胖，哦，这就是失重正常的反应，正常的反应。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时间长了以后，适应了这个失重环境了以后，会有所好转。嗯。